青春版税是因为都是对从年轻的时候大家听你的音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看到你这样子很棒，棒棒。老师看到美女特别开心，一定是啊，一定要啊，哈。外强中干，还能飞舞。恨不得他还能飞舞，哇！心里飞舞，用飞舞这两个，心里飞舞多棒！然后有一些大陆的一些制作人，还有那个来，然后就看到你的新闻，看到你新闻之后，他们回去了之后呢，就在网络上面就联署，就把这个消息给大家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带来了就是大陆上的音乐人给你的捐款，很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特别用了。青春版税致李泰祥先生对你的这个尊敬，然后表达对你的这个关心。那这边是他们所有的捐款人的明细都在上面，总共有62万205块，这是他们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希望老师你能够赶快健康。来，我们要这个亲手送给您。嗯，看一下吧。哇，真的，你看，老师已经在飞舞了。好呀，嗨哈，哈哈，哦，呜，嗨哈，我是在飞舞。第二人哦，哇，中气还十足呢。花的口
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，你的心如香。